们可以跟导演借。没想到这次他被我们，对，数到三我们就稳哈，稳一圈。是我们稳导演吗？稳要稳，不是稳而已，因为你们要稳吗？对，加油耶！ Yeah! 真的亲下去了耶。来这里。好，有人偷拍我屁股，不是我。我觉得这个心灵障碍、心理上的障碍是来自于社会大众对台巴的既定印象，然后加诸给我们的原罪。我很担心的是，我自己不自卑，我以我是台巴演员为荣，但是我担心的是，我愿意加入，我也很开心加入了以后，会不会带给别人麻烦？为什么会麻烦？有的人会觉得说，一看到陈佩琪啊，是国语版的台巴吗？对，会一开始会有出戏。可是我上次在别的电影的宣传里面，我就有讲过，我很开心，我后面用我的表演去征服了观众。对，有一些媒体都喜欢问我说，你怕不怕被定型？其实，我同时间我也演了好人的角色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？通灵那个算吧。对，通灵是好人，然后小溪立正我爱你也是好人。其实我有好几部，我觉得你蛮、啊，他也有 Google， 对他蛮好的，有 Google 啊，有 Google， 大家都一麦克风，有个白痴的啦，真小，自吞麦克风，很可爱。傅子淳，然后陈佩琪、月姐他们都是电视剧出来的演员。那我一直认为说他会有一种。我自己也是拍电视出来的，然后我知道电视演员的能耐，就是他们的准丢很大啦。其实他可能在演连续剧的现场，他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发挥，但如果你稍微点他一下，他就知道哪些地方他可以做更大 range 的演出。他们的演出其实你看嘛，像梁朝伟啊、刘德华，他们以前也演 TVB 的连续剧。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觉得他怂？那我觉得是，可能是大家对于那个连续剧这个东西本来就有障碍。简单的讲，他们其实眼睛很快，因为如果莎莉姐用很夸张的演出，我没有制止他，我们就追上去，那他们就知道要追上去。那如果我说收一点，那我们就知道乖人跟狗一样。所以他们，所以莎莉姐有让各位感到腿软的感觉？不会，他是对别人凶，不对我比较腿软。我们刚刚有讲，就是看到他的气势，你就会自然先害怕、敬畏。但是呢，你跟他相处十分钟以后，你就会深深爱上他，因为你就会看到一个小女孩在你眼前，而且我们自然对他就像妈妈，对，你有觉得？但是我觉得导演对莎莉姐根本就是在哄女儿，对，他是哄女朋友的感觉，他就会在现场说，我们在旁边非常的不满。你们继续说，你们继续说。他就会在现场说，小女儿，莎莉姐，再拍一个 cut 就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温柔。然后他对我们就是多气如敝屣，对，他只有对莎莉姐，他眼中只有莎莉姐，有被莎莉姐吓到，就镇住。不是他们几个女的，就是就算没有莎莉姐，他们也是一直就是讲一些很可怕的话，什么让男生觉得很想知道，还是听到他们的笑声就害怕。我一直有跟你，是因为第一次合作，所以我有收敛很多哦。哦，对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真的我有收敛。他们都，你看像上次莎莉姐那一场，我就有说啊，他们就。两个年纪比我大的女生就说我是金，就是他们演戏的时候我还是个蛋啊，是个蛋，都讲这些啊。然后这些女的也是，就是他们在的时候我们就会往后面延续下去，而且他们都会在那个 mini mic， 就是以为我听不到，然后小声的抱怨导演。有吗？有吗？有这么爱你？讲了什么？我们都爱你，应该没有啊。好好对啊，少了。其实我还没拍之前是压力非常大，是不是？因为日本人音量没有你这么大。他眼睛，我都有 Google 过他们。他先生是台湾的，你真的心机很重。每一个都去查，每一个人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，我跟演艺圈真不熟。我觉得我也要预演啊，到时候再看看。来，章鱼哥。我觉得啦，一定会中的。嗯，这个。
对，压倒叶。然后这个一定会中，对，一定会中。他也我这个有一点怕张艾嘉，因为我还没有看那部电影，所以我有一点怕。然后这个一定会中，造型，因为国片没有那么用心做衣服的，这个一定中。这个我不知道别的片，对，所以。但我觉得剧情这个也会中，这个也会中，对，剧本，因为没人敢写这种东西，政治黑心再加上女人的这个三代的奇案，所以我觉得，对，哎，那我哪一个没有保？最佳剧情，最佳剧情，最大的。我要看这一次的评审。哦，吴念吴念真是评审团主席。哦。那有机会，那他没人能可是不要这样讲，后来他就避嫌。要这样讲，一大概给我们搞到干掉。